赵丽颖，恭喜赵丽颖，恭喜获得2022爱奇艺尖叫之夜观众喜爱的女演员的荣誉。出道至今，赵丽颖确实一直在尝试和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，不断给观众带来惊喜和感动。我们来看一下赵丽颖在获得这个荣誉之后的感受，来看大屏幕。非常感谢爱奇艺，还有所有喜欢《风吹半夏》的观众朋友们，感谢大家喜欢我的角色，也期待爱奇艺未来能有更多优秀的作品、好的剧目带给大家。塑造每一个角色都会有一个忐忑、未知，但是充满幻想，最后又获得享受的这么一个过程。许半夏这个角色所处的环境，还有他的职业以及他所接触的人群都非常的复杂，他不光是展现的不光是一个人，通过许半夏这个角色展现的是这个时代的一些变化。这个角色给了我很多感触吧，去了解那个时代，然后去了解人性。未来的目标是会希望自己能够慢慢的，然后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不太催促着自己去完成自己的每一件事情。